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姚姚。蹦床奥运冠军何雯娜晒出一家三口合影，为老公梁超庆祝生日，何雯娜先是晒出一张一家三口的旧照，并表示生日快乐呀，孩儿他老爸。随后全家人在一起为梁超过了一个简单而温馨的生日。何雯娜也晒出为老公庆生的照片和视频，一家三口都穿着睡衣出镜，很是放松。快一岁的女儿超可爱，一直被爸爸抱在怀里。何雯娜则端出生日蛋糕为老公庆生。在何雯娜晒出的照片中，梁超穿着一套灰色的毛茸茸的睡衣，坐在垫着毛茸茸垫子的椅子上，抱着穿着连体连衣服的女儿。何雯娜则穿着粉紫色的睡衣，头上戴着红色系的发带。由于房间里铺在地毯，夫妻两人都只穿着袜子。何雯娜捧着一个美国队长主题的生日蛋糕给老公庆生，看到生日蛋糕的超可爱也很是好奇，伸出小手去抓蛋糕。何雯娜也拿着纸巾给女儿擦掉手上的奶油，看着女儿新奇的样子，何雯娜与梁超都露出笑容。何雯娜还写道：是简单的，是快乐的，是幸福的，生日快乐，我的梁先生。在何雯娜晒出的小视频中，当何雯娜端着蛋糕唱着生日歌出来的时候，梁超拿着女儿的手鼓掌，看着可爱的女儿，梁超也宠溺地亲了一下女儿的脸颊。在何雯娜唱完生日歌之后，梁超也与妻子一起吹灭了生日蜡烛，超可爱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好看的生日蛋糕。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超可爱的一周岁生日了，不知道到时候何雯娜与梁超将如何为爱女庆祝呢？1989年1月出生的何雯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蹦床冠军，这也是中国蹦床首枚奥运金牌。凭借超高的颜值与出色的成绩，何雯娜也被称为蹦床公主。2019年5月，何雯娜公开新恋情，在8月自己夺得奥运冠军11周年纪念日里接受了男友梁超的求婚。10月何雯娜宣布怀孕的消息，今年1月1日何雯娜生下女儿，升级当妈。何雯娜与梁超一起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，在节目里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线上婚礼，女儿也现场见证了父母的重要时刻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